迎收睇《疯疯癫癫风水师》。2022系淫虎年，唔系嗰啲淫虎，系呢只淫虎。响五行入边，淫系代表水嘅意思，所以今年要特别留意同水有关系嘅嘢，譬如话饮多啲凉水啦，买同水有关系嘅保险啦，同埋要多啲注意你身边嘅桃花系咪属于水性嘅，亦即是我哋俗称嘅水性桃花。生于八月八之后嘅我哋就叫做寒命人，生于虎年嘅我哋就叫做虎命人。今年会特别旺属猪嘅朋友，因为猪同埋虎系合太岁嘅，所以今年记住要成功就一定要扮猪食老虎，咁样你上位都唔会辛苦啦。今年嘅吉日系几时？咁就要睇施主嘅 My Sagittarius 啦。当九云一到，就会有一粒吉星响你嘅电话嗰度弹出嚟，通知你几时系吉增嘅日子，同埋你嘅吉位啦。至于位先应该点样吉，就好似白面灯咁样，男女沟埋一齐打就叫做云伤，位先沟埋一齐吉就叫做云吉。正所谓吉人自有天相，无论系唔系云吉，切记一定要去吉。如果唔系，你今年就一定 Oh my God 噶啦！今年唔好挂住睇事业线，要多啲留意你嘅健康线。至于你嘅健康会唔会黐线，就要睇你沿到几多条线啦。如果系沿到一条线，咁就恭喜晒你啦，证明你冇受感染。如果你唔小心拎错咗 test kit， 沿到两条线，咁都恭喜晒你啦，证明你嘅另外一半唔需要食苦边，依然又心又力，身体壮健。今年天丁特别黄小虎，如果两只老虎都唔够，咁就三喜临门，仲可以组成一个小虎堆添。冲太岁代表有变化，由于受到淫虎星的影响， virus 会不停的变种，人都会不停的变水种，什么 Omicron、 Marathon、 Megatron、 Broton、 MCO 1.0、 2.0、 3.0， 唯一不变的就是你身上的半肥瘦肉，由 60kg 上到 70kg， 价钱依然是一样，可能就会跌价添。正所谓左青龙右白虎，古代有唐伯虎点秋香，现代有唐伯虎点蚊香，所以有了这一粒四大才子白虎星，人都会特别醒。只要今年你在东南方的文昌位 activate 这一粒白虎星，帮你以前人蠢无用医，现在蠢人都变神医。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，又是时候要起快了。今年入虎年的八字就是先苦后甜，苦尽甘来，恭喜恭喜。好了，今年要旺的方法很容易的，就是将这条片分享出去，还有记住要 subscribe 风师傅的 channel。 我们明年再见了，拜拜。